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啊，因为其实在早上大致上有看过那个经验分享，就我们来问，就是说你真正要做的话该怎么做。好，那我们给各位先看一下，都手边都有那个简报资料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上面你在第一页这边呢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联络资料哈，在右下角这边都有。好，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，现在网咖人其实说真的好像已经变成全民运动了。因为其实不做的话，我们一定是你一定是更加有才要到上面去。其实说真的，网咖实际上也会把你一些家里面我们不要说不要的，我们说用不到的，好，用不到的其实东西很多，对不对？那你也可以常常拿到上面去。好，不管你是要拍卖的也好，甚至我们后面也有取得那个就是所谓的二手交换的，或者说你看到一点，你看到一点它的成交啊，所以你说价值一定要用现金交易。好，这都是一种方法，那所以各位可以一起来参考看看。那么在这里面呢，我有用这种所谓的心智图，把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课程把它先整理一下。那可能各位你们讲义上这样看比较不清楚，那我直接把这个原始档打开给各位看一下。首先的话，其实我们会针对这个，就是说网拍里面有一些所谓的商机跟契机的这个部分哈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给各位看一下，它对消费者来讲有什么样好处？反正我们大家都是消费者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说你要当一个店家的、企业的，那你这个网拍，实际上其实说真的，现在网拍应该是这样讲，不只是走网拍了。好，我们实际上只要你是在这网际网络上做任何交易都算，因为现在这个资讯太丰富了，所以你也可以看一下说，这个对企业的一个差别。那再来我们针对就是网拍我们来实做的部分，我们做一部分呢给各位再参考一下。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，我先调查一下好了，请问大家有没有就是有那个网拍的账号？有的也许有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一下，有没有买过，在网络上买过东西？应该这个经验上应该蛮多人都有的，对不对？尤其你不是没有卖，但是你有买过东西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会把几个部分呢跟它相关的，我们把它列出来，让各位去做一个参考。那么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既然因为这个是在虚拟的东西上面来做的，所以就会牵涉到什么物流跟金融。好，物流跟金融，那网拍的这种物流的部分，其实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一个比较大的成本，就是这个东西，物流的部分成本会比较高一点。好，因为如果到店面来忙来的话，对吧？跟这运费嘛，那这个运费里面就差很多哦。在一般的运费，冷冻呢，冷藏呢，冷不挡上呢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会给各位再参考。但是除了这种实体的商品外，还有什么？有各位有没有买过数位的商品？就是虚拟的，比如说你在像现在很多人，我刚刚来这边就发现，想买五三 G， 或者智慧型手机，因为无线网络他们布的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会发现嘛，那这个你可能最后有什么？你有 iPad 啊，或者是 Android 的，你也许会上网去什么下载那个应用程序啊。好，那也是数位商品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有一些是属于数位商品。那再来说这个物流要金流的部分，好，金流的部分，那因为你有买，大多数人有买过，也许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印象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说怎么样离线的付款，还有线上直接付款的，好，都有这几种方法。那么再来呢，会跟大家都介绍一下这个网拍的所谓的这个商业模式哈。那一般来讲，就是网拍的商业模式，实际上最早期是以虚拟虚为主，也就是说有点类似跳蚤市场那样子的，只是现在就固定了哈，就固定。所以我们会给各位看一下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二手交换网站，也会给各位参考一下哈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些网拍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小的策略，好，小的策略你可以参考看看的，好，参考看，因为现在很多哈。你会发现很多店家不是只有网拍而已，它有部落格，也有商城，有没有？好，慢慢的这个
一定会越来越多。那里面呢，我们可以先从免费的东西开始用啊，你可以先用。那付费呢，当然你也可以参考。如果说你觉得我免费的不太够，我还想要加上付费，那你再来加，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。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就是说今天下午整个课程的一个大概一个方向，跟各位说明一下。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就是说电子商务像这样子所谓的你在网络上所谓的消费行为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有什么样的好处？那首先第一个当然你会有比较多的选择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我要的货比三家，好，货比三家不吃亏嘛。那网络上比较应该比较容易一点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应该会比较多选。那当然相对的你就比较有更多的主导权，因为你自己有做功课啊，对，假设是有做功课的，没有做功课的人跟你去一般店家买没有什么两样，对吧？你没有做功课，你一边跑后二百多多少啊，不去啊。好，但是网络上因为你比较不用花那么多时间，好，所以相对来讲你有做功课比较容易找到款好的价格。当然我也必须讲啊，网络上有些很便宜，有些很贵，但是一定便宜最好吗？不一定，对吧？有当时要省是不后悔，但是嘛，不一定都一点都卖了哈，就是说最近说已经那个价格最低了哈。那再来就是说现在这个服务上来讲，好，网络上的服务现在事实上也都还蛮，就是还蛮不错的，因为它很多，也许它不会用打电话传统的那种方式，但是它常常比如会寄 email 啦，或者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资讯给你，有没有？啊，也许你有买过一些，你说是去一些所谓的商城的，可能也许你就会收到类似的那广告体验。反正你去百货公司，你是有时候会留资料，对不对？一样嘛，他寄那体验给你哈。好，再来，这个取得会比较方便，有没有？你的商品或者服务，好，有时候二货三天你才派去，也许现在有些人是怎样，晚上东西坏掉了，他就怎样线上报销啊。对啊，你说那些问题，有些他如果还在线上，你可能就直接在线上找他。好，所以这个都是其中的一个。那看到这几点，好像心里也没有什么感觉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先找一个网站给大家看一下，请问大家有没有很久没有买书了？我说这个大可以哦，他们今天可以，那你可以问，不会啦。所以我们知道博客来是这种书店市场的第一品牌，没有错。但是博客来比较便宜嘛，你看博客来他给你打几折？七九折，全部都是九折吗？还有六五折的，很少吧？大部分刚开始可能都是大概九折、八折多一点的，对不对？还有，那广东书店，你印象中还有哪几家？严选。亚马逊，亚马逊在台湾比较不算那么有名，好，就是说它消费者，如果是买那个原文的书，那大概没有问题，它是全世界最大的。好，但是如果你是在台湾来讲，它大概就不是那么排在前面。它有没有？没有的，那些网络书店都要插卡通，摆弄不干，价格不过来的。还有天下，天下它比较不算，它比较算是出版商。好，那另外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像那个什么远流也在做，对不对？然后像还有哪一些也找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给他进，但是你买书的时候，你说你买的是贵的还是便宜的？你看差不多，今天有那么扯干嘛的？那么扯干嘛？我们要做产品的消费者啊，怎么厉害点啊，比价啊。好，那是我们马上来找一个，来，他怎么样？他要怎么样掏钱做直播？我洗澡完，又能吃又喝完，能开心。来，请问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什么书？哪一本来？还是大家很久没看书了？我家对面就图书馆，但是我哪还没讲呢？不是，来，三岁，血汗掏肝，哦。血汗超商，嘿，那水上哪是不猛？血汗超商，
不管比较小本的，也许没有差那么多了，好，不过我们查一下，我就问过了，你们就问，对哈，我们这样子，因为后面大家看得清楚了哈，也希望我再放大一点，好，我想再大一点，来，我们点进去，它下面这里都有看到了，有没有？门框点进来就让你免了，直接底下就好，好，所以我马上进来看一下。好，这个原价是多少？看一下，原价定价300块，那多少钱？推出两个，推出两个价。来，所以你要看加大多少啊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合作来237啊，对不对？还不错，它还算低啊。好，零金直接没有打折，加大多是吧？然后这个什么 ，i 日的，你们跑过来哈，给网络去书店你们跑过对吧？冷淡的皮，冷淡的背，他们有没有价差？有哈，一折，300块嘛对不对？一折是30块，所以如果假设这一本，像这一本你再多退两就比较便宜。我们看这样去打几折？237，79折货。新冠好，你看237除以300，对不对？237除以300，79折，对吧？厉害！哎，所以请问有没有啊？有呢，对吧？那你看呢？我再找一本给你看好不好？我再找一本这个，这本也许你们没有。人民实验所会有人有看过呢，它有2本还是3本嘛，对不对？最早它实际上是免费的嘛，你在网上也可以找到，它可以下载，它是一个电子，就是 Word 版或 PDF 版，好，就这样的。当然因为网络上就是大家流传的很好，所以后来就出版了。好，那你看呢，这里有好几本了哈，那么我看的是这一本，我直接比较给你看哈，它实际上后来还有另外一本，好像是第二册，其实这个也不错啊，参考看看哈。来，你看看一本书，它定价是250块啊，有哈，这里有没有定价250块？最低的是190块，190块打几折？250块一折几折扣嘛，对吧？所以也是差不多七九折、7-8折有没有？哎，那所以呢，你看一下这边。我们不用看前面的店家名称，我们就直接看，你看190，再来如果看那个275的、啊，对吧？因为我们这个只有小小的200多块，价差就这么多，那你说其他的会不会有差？有差，可是你没出门，好像没有啊。所以说你可以，因为其实买书这一块啊，应该是就是网络上啊，好像大家算是比较可以接受的这种和购物的行为。最容易接受的一种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价格不是很大，但是你可以就是可以买那样的空间，就是说你愿意花这个钱的机会就相对比较高。好，那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就看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大家都像他一样聪明的，就会往下看。但是我知道我跟你说，对吧？你们开始现在看好了啊，看到也不等于 OK 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它下面也提供了一个好，谢谢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这样用的会比较聪明一点点。当然，这个里面哈、它有的除了这个上面的价格之外，它有的会有所谓运费的一个就是产生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上面可能都会有什么，比如有的是500块啦、有的是300块啦、或者有的就是1000块以上还免运费嘛。所以你也要看一下说，这个运费的部分。好，它这里会有写下有没有运费的部分，是会把你的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价格就抵消掉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满书的部分，请大家参考看看的哈，参考看看的，这样还蛮好玩的啦。对，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呢，你除了满书以外，最后还会买什么？你会再往拍上，对不对？你说买过书，请问你有没有买过什么其他的？这本大人就不用讲了，关机。
就留在自己心里面就好。有没有？你还买个其他的？买吃的哦。如果是男生，像我的话，我就有买过三 C 的吧，好一些三 C 的产品啊。反正女生的，有时候会买衣服啊，或者买一些这个服饰的。那么，所以我们来看另外一家八类三，有没有免税店？你是往好友圈里面的比较，是关键是反正是啊，一边老的，一边老的。但是你不管怎么比，都在比哪里？比如说你去雅虎，是在比雅虎的而已；你去露天，是在比露天的。啊，你看你自己是在偷偷的，就把也不用偷偷，光明正大把雅虎跟露天都打开，这里都比一下，那里都比一下。但是打开只有雅虎跟露天吗？好像不是呢。只是这两家是南瓜前面走比一下嘛。好，那事实上还有很多，就好像我们看到的这种网络商城。也不是只有雅虎跟 GPT 嘛，对不对？有很多很多。那么所以你要怎么去找？网络上虽然比，就是我们要找网站很方便，但是如果有二三十个网站你要一个找，你觉得方便吗？也要浪费时间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八二三看看好了。但是各位你要注意一下哦，你未来这种网站太丑了，太丑了，另当啊，怕别 iPad， 他们是做拍摄。这样很难比较，这边就打一个什么品牌名称，这样真的很难比。为什么？你要来这边做比较，就是让你要把那个经典的那个型号打下去，这样比才有意义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各位最近有去哪些？有这个我看一下哈，看哪里有？我们来这个雅虎的商城看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商品。还是说你最近有买过什么？这个不管是三 C 的还是这个都可以。八二三呢，主要会提到，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哈。你看一下，它有分两种，一种是在哪里？是在这个所谓的商城里面找。好，那一种是在网拍里面找。所以网拍已经找二手了吗？你有没有发现你们在看网拍的时候，很多都是新品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过一般来讲啊，你如果是在网拍，通常价格会稍微比较低一点点，比商场来讲，低一点就比较被归纳在所谓的二手市场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的印象中啊，哈，那所以说一般来讲是这样，但是不是一定哦，不是一定哦，反正就这个找比较快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来看，找看看呢。好，我们来这个购物中心看嘛，好吧？好，现在没人那边我都卖了，我来看看好了哈。你再看看这个，现在手机很多人都有嘛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智慧型手机来看嘛。你看看哪一个型号的？好哦，这边最近他在这个嘛哈，好，点下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它有一个量7800哈，这个是 Sony Ericsson， 你要这个的吗？现在啊，反正那也是一堆泰国用安达电脑的，好了，就是哪一家都没有关系哈，来我们就借用一下这个。好，那我要的就是，你可以把它的型号的部分哈，因为这个型号就很清楚了哈。好，我就把它复制起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打看看哈。我们先在商城里面打看看，好，我们就让它搜寻一下。看到网拍这边了，好，你看到。先不管那个，我们先看右手边，现在都不用去拍嘛，对啊，所以因为这个是这个，那为什么会找到这个一块的？因为它有的是卖的，有的只是卖那个手机壳，那个对吧？那个就是叫什么防刮的那个，哎，对对对，所以你可以把价格设定一下，因为日本客人一点到8000块以下嘛，对哈、啊，不得低于这个，哎，对对对。
必须高于这个没有做好。你在搜寻就会比较节省时间。好，我们找到这个，但是其实你要注意一下，他们身上有的是什么？有的像这个有没有？比较，我现在要往后的，有没有8000块？有的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去看看。那有的其实他们会在标题上会做有一些，也不算陷阱嘛，就是他的，他就把很多手机的型号都弄进去，有没有？这个所有型号里面，他会挑那个最低的。哎，他呢？我里面还有其他款的，你方便来询价。也有这样子，因为如果你单纯都是以价格来讲的话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，哦，这个全新未拆，我们点进去看看，看品牌东西，要敢看的，都敢看哈。比对一下，好像是一样的，是吗？这里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不是很确定，不一样嘛哈，哎，所以其他不一样，所以你肯定要稍微再看一下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边，好，这个就不要的，我们往下找，你再往下找。好，它都一样的分页啊，用八大队分页哈。好，这个，好，这个已经结束了。这个是吗？确认一下啊。它有好几个都是类似，它应该是这个是型号后面可能还有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没有关系哈。那你大概了解这样的情形，应该会比较清楚。我们要这样找的话，是不是比较快？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找的时候啊，你有没有发现它是找露天的？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露天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往后退哈，我们找看看看有没有别家的。好，那我们刚才说露天的，真的，刚好这里面都是露天的。就算你可以找到很多哈，因为广告上面的实际上不只是有露天的，我待会我再找一下哈，看看其他的。好像这个一样，就是你可以透过这样的网站跟那一样的，就可以同时比价很多家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在我们的简报里面呢，其实后面还有好几个呢，三科爱思啦，好，什么一科爱思啦，甚至连什么，你看这个素食，中午有些是吃素的，对不对？素食的也有。哦，这个比较特别，是我最近看到的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像这个是 PanFlash 的，哦，所以你也一样，他们都是一样，就是商品可以从这边去找看看。哦，不同区。好，这样。好，那它这里有图的，好，对，所以你这边比较清楚，大家看到这60几块当然是不可能的哈，所以你就是找看看，好，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比较容易一些？比你去找很多家这样的快。那么刚刚这个呢，素食的比较，素物购的网，好，你可以看到素食的，因为其实你这上面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上网买过这种素食的，素食的东西是有时候。当然，你不管是不是吃素啊，到底属于相会啦哈，因为有些这种还是加工会比较多。那我们这个我们没办法去选择，但是就是说，也有人专门针对素食去做这样一个网站。好，好，那你大概了解这些之后呢，我们再看。好，那么事实上呢，除了这个之外啊，其实这里有两个跟广告是没有关系的，不过呢，也可以做个参考。所以有没有来做这一项？中小企业网络大结账，这个其实还不错哦，因为上面也蛮多课程，而且我们在座有很多是中小企业的那个哈，所以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。那我不是不建议说去网址啊，因为网址比较长嘛，你就直接打这关键字“中小企业网络大结账”。那因为你若不是那个最佳的，不要难过，因为里面有太多课程了。
你想要缴税的都会进去的哈、哦，因为这个你在右手边这边，有没有？它这个会免费加入会员。也就是说，其实平常我们要这样聚在一起上课，可能不见得很容易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要花时间，甚至还要请工匠，那么你如果可以的话，今天可以晚上在家，好、哦，或者假日就可以上网来浏览，而且你喜欢看几遍就看几遍，老师带回家这样。你看它上面的不只是只有电脑类的，财务金融的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这边有财务金融的，好、哦，然后呢还有综合资讯，资讯的当然也有，行销流通的，还有网络行销啊，什么之类的都有啊，那也都蛮不错的。那么甚至呢，它里面还有这种所谓的电子书。好、哦，电子书，虽然大家没有看过电子书，有的也许有啊，或者你有买那个 iPad 的，对不对？这上面，好、哦，那这个呢，你看，我们在现在看到有这样一些杂志的，那它上面呢就有类似像这样子，我今天就可以在上面这样翻，就像这样子啊，你上月下月有没有？直接上面看，所以你随时都可以看啊，这边紧啊，这边紧啊，你也不用跟人家去便利超商，现在便利超商搞呆款了，去图书馆只能借到以前的，刚取的都借不到啊，不是这样吗？在这边看拿走了啊，所以这样就还蛮方便的，有没有？好，不过呢，如果你要借电子书，要麻烦各位，你的等级要高一点。还有像这个玩游戏一样啊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右手，我先用我的账号登录一下给大家看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像电脑类的很多了啊，电脑类的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你直接进到这个提问课程里面就能看到很多，对吧？好，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课程，那都是语音教学。好，甚至它上面还有那个演讲的部分啊，比如说类似像我们这样研习的，那也有。好，我们都可以直接看。那么它本身呢是有分等级的，所以我们来这边给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。好，这里有一个降研习地图，很久没有进金版考了哈。它就是把它做的有好玩一点好，那还有分很多的等级，好，很多等级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借电子书啊，像各位这些名词，以前我们在念国文的时候应该都有吧，像我们榜眼探花，哇，啊，你刚加入会做国军，那不是军嘛？然后那个等级慢慢累加，好，累加了到了，你只要到了部以上，还能够怎样？还能借那个电子书？不过那个点数很快啊。好，那个点数很快啊，所以怎么样提升点数呢？你可以看一下哈。好，你如果加入会员，一样就有五点了，好，就有五点，但是有一个学期都没有来，要扣十点，扣零金，对吧？哈，那选了一门课呢，有选就有分呢、啊，对，还有读完，还有另外有在累加分数，好，累加分数，所以看起来不难。